你遇到过这么奇葩的婆婆吗？粉丝说最近发现自己新买的 LV 包总是有一些划痕，明明就没背过几次，直到有一天看到婆婆鬼鬼祟祟的拿着包出去，才发现原来背着她的包出去买菜了。婆婆说，我看那包你也不背，放着也是放着。唉，哪是她不背呀，是她不舍得背。本以为她会发火，没想到却来找我给婆婆定制一款纯手工的包包，结实耐用，价格还不及 LV 的十分之一。话说你们会攒钱买 LV 供起来不背吗？